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帽。如未正确佩戴好安全帽，一旦发生物体打击，将会直接危及您的生命安全。现在进行高空物体坠落未戴安全帽打击体验，请抬头。啊！为了您的生命安全，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正确佩戴好安全帽。您将体验高空坠落。高处作业，临边作业人员必须正确佩戴好安全带，安全带应高挂低用。如未正确佩戴安全带，将会导致作业人员发生高处坠落，从而危及生命。现在进行坠地安全带高处坠落体验。为了您的生命安全，高处和临边作业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。您将体验吸烟引发的火灾。施工现场吸烟可能会引起火灾，会造成人员和财产严重后果。吸烟请到吸烟休息厅。现在进行吸烟引发火灾的体验。您将体验动火作业引发的火灾。所有的动火作业必须经过作业安全审批，出具动火作业票。动火作业票必须每天一开，一个作业地点一开。动火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。动火作业必须配备监火人。高处动火作业前必须对下方的可燃物进行清理或覆盖，配备接火措施。动火作业必须配备灭火器。现在进行动火作业违章操作演示。为了您的生命安全，施工现场禁止吸烟，动火作业人员必须遵守动火作业 HSC 管理红线标准。您将体验电箱触电，非专业人员请勿触碰，用电必须找专业电工。现在开始触电体验，请用手触碰电箱右侧高亮处箱盖，请打开箱盖后手触碰红色高亮电线。电箱门双层上锁，专业电工每天必须对电箱巡查，施工现场用电。